你俩那是无风不起浪，不起浪啊！哎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啊！陈麦冬，干嘛？鬼鬼祟祟的。哥，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坐这安静当观众，要么跟我一起解题。我两个都不选，你肯定又作妖了。妈。哥。那你都搞定了？什么叫搞定了？你这都从哪打听到人这些隐私的？咱姐和这陈麦冬。过，没有，没有吧？谁发的牌？来，来了，溜。兰花，今儿这么闲呢？走走走。六，十，圈，小单，大单。你出来。过。来，对八。今儿又被奶奶收拾了，往我这儿躲是吧？闭嘴。哎。东子，我怎么听说咱奶奶都当街拦人了呢？你瞪我也没用，咱这镇就这么大点儿，什么新鲜事儿俩小时传遍了。别往我耳朵里传就行。哎，知道东子奶奶拦的是谁吗？谁呀？庄姐，就是高一转怎么办退问题那个。哦，她呀。嗯，得了吧。我前两天在大街上见着一回，那腿跟没事人一样。要不说这大城市的医疗手段就是了不得。你这不废话吗？小时候我见他腿，我都不敢和他说话的，就感觉他的性格可阴郁，可阴郁的。这换个话题，有换话题，换话题啊！一个四六。现在这个庄杰啊，可不同往日了，往那人堆里一站，那叫一个打眼，那叫一个漂亮。怪不得咱奶奶跟着了魔似的。我都说了换个话题。陈麦冬，你也不知好歹啊。我们现在这心情那就跟奶奶是一模一样。啊。在高中的时候怎么说也是个叱咤风云啊，以脾气臭拳头硬著称的富二代啊。现在呢，滞销品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要我说，跟这庄杰再续前缘得了。再续前缘个屁！还不是你们几个瞎传的。嗯，谁瞎传了？我们可不敢啊！你俩那是无风不起浪，不起浪啊！哎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啊！陈麦冬，你在单位人模狗样的。你怎么来我们这儿还这副德行啊？逼我把话点破是吧？你点。今天你要是不把我点破了，我就把你给点了。别动！别动！陈麦冬，你当初跟庄姐怎么传的绯闻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要是比现在混一万倍，你怎么就被一个不起眼的残疾姑娘给 CPU 了呢？
小点声。你们是戏剧节表演，又不是马戏团，待会儿嗓子全都喊哑了。拍张照。对了，老师，咱班还缺两棵树呢。不说了让宋威和李阳演吗？他俩不干，嫌没词，非要挤进去演卫兵。那庄杰，你愿意参与一下吗？也给自己的高中生活留下点有趣的记忆。但不勉强啊，如果你怕累的话。我可以。但不是需要两棵树吗？一棵也可以的，重在参与嘛。陈麦冬吧，他也没角色呢。我和他演两棵树。陈麦冬，难得庄杰参加一次集体活动，你也别装病了，就陪他演树吧，行吗？行。多拍两张。